二月二十三日，时隔一年不曾在社交网站更新个人动态的刘翔终于发文，晒出了妻子吴莎洗的苹果，哭笑不得地说：“吴女士洗的苹果给你点赞，以后你别洗水果了。”照片中四个苹果红得通透，看起来香甜多汁，只是每个苹果身上都有一块果肉不翼而飞，看起来十分滑稽。网友看了调侃道：“很好奇，这是拿手抠的还是拿牙刨的？”更多的粉丝对于刘翔的冒泡十分激动，惊呼：“刘先生终于想起来密码了。”刘先生好久不见，竟然来秀，哼！但还是要给你一百分。刘翔鲜少在媒体面前回应感情问题，但其感情传闻却一直没有离开大众视野。之前刘翔做客某节目，对此一一回应。对于吴莎、葛天三人之间的亦真亦假感情传闻，刘翔非常坚定地表示，这些都是自己的选择，在与吴莎重逢前没有后悔的事情。他坚定表示，现在才是最好的状态，与吴莎复合是命中注定。我觉得我们再次重逢是最好的邂逅。